的衣衫和椰林里，洒塔下烟坠般那彩的流星小摇椅，茫茫前路过来眼神一呼去谁来意，柴口星冠飘渺里，这一别望江湖去，风雨潮途独立望人间的唯一，清浅飘零暗愁扎着长生活一笔，羡慕你身归去无常乱天命，正邪泾渭分明天界有情表别离，人生是一命一句将百代之瞬息，直到万般艰难穷遍一千几征破樊笼，真正屡屡寒门如初人心泪落下集，春风大冒平凡情况有天地我我以刹那光阴征踏过天下第一，风云际会逐鹿而行，谁陨落谁人问鼎，恩仇将报却不得潇洒快意，何必去过来印，若是空余退回不遵行只是命定，生来不屈打破天地，做不认命的蝼蚁，星星之火无畏勇气，不争悔改横行无敌，不惧长夜听一缕流星幻剑沾光明，一袭白衣一身侠气，长歌起慷慨相天下往来让人心系，岁月多转相依，将我好运恩仇爱恨如似月云，苦流言却隐迹，虽然花间坠落幸福与我并非同行，上官惨案。师弟不要去，他救过我，不管是地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更何况只是一个无常界。咱们的小师弟是个重情义的人呢，咱们也去吧。不行，你们两个回剑灵仙岛告诉师父，请他们想想办法，我进去救他。哎，走吧天浩。这样吧火飞，你回剑灵仙岛，我去九天玄女宫。这片黑暗是为了让进入无常界内的人没有办法分辨方向而设下的幻术。孟师兄，你怎么进来了？这不是师公给你布置的任务吧？这也不在你为父母报仇的范围之内吧？你不也是进来了吗？我与你不同，死了就死了，你可是剑灵仙岛的得意弟子，风灵剑脉掌门继承人，如果这么早死在这里，恐怕那几个老头都气死了。你夸人方式怎么也这么奇怪？好了，我们现在尽快从这混沌中走出去，在这里待久了，甚至就会被周围的阴气所侵蚀，灵脉也会消失。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刚刚我说了，这四周的黑暗是障眼法，所以只要我用风灵剑法把附近的风之灵力吸引过来，就能顺着风走出去。不愧是你孟师兄，就知道贫嘴。你这个师兄有点东西啊。我们往右边走。哦，师兄，你觉得那无心罗刹应该会把刁女带到什么地方啊？我听剑灵师公曾经说过，无心罗刹是魔尊提天身边的四将之一，按照资格应该会在千妖万魔洞中的万魔祭坛。万魔祭坛？你知道怎么去吗？在这条冥河的上游住着魔教众人，下游则是千妖万魔洞的妖魔。那也就是说，只要搞清楚这条河的走向，我们就可以找到万魔祭坛在哪儿。嗯，这条冥河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啊？又要流向什么地方？传说无常界在东海之东，而大陆往西，北有北冰雪原，西有西域沙漠，大禹皇城则在大陆的中间，占据最富饶的一片土地。冥河水是魔尊创无常界之初从地狱引出的泉水，
因此他最终会来到人间，流入东海。若不是师兄跟进来，我连怎么找那个无心罗刹都不知道，更别说去救他。话说回来，叶师弟，你是喜欢上官姑娘吗？啊，那这么担心的？啊，师兄，你脑子被阴气侵蚀了吗？我喜欢她，怎么可能？只是她本来到人界是找预言之子的，现在被抓都是因为我，所以我才救她的。别喝了。怎么办，师兄？这边扯不掉，只能上了。之前就听说，他们盯上猎物就会追踪到死，没想到是真的。他们沾到冥河水就会复活。师弟，来这里，我们八影之线。什么？怎么会这样？你快去千妖万魔洞救上官姑娘，这里交给我。你留在这里没有什么用，这些恶灵只会越聚越多。我，你用趁现在去救上官姑娘，我解决之后会去千妖万魔洞与你会合的。你知道还有多少路程吗？这个咱也不太清楚，但如果方向没错，你走就完事了。本来以为你这个师兄有问题，现在看来是咱想太多了。哎，前面有光。完犊子了，我觉得这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什么人竟然胆敢擅闯幽冥地狱？你们说这里是幽冥地狱？你这不废话吗？你还问他干啥呀？别和他们纠缠了。明明是个活人，来这里做什么？我是来找人的。找人？这里除了妖魔就是野魂，不知道你要找的是死人还是活人。没事没事，我现在就走。既然来了幽冥地狱，哪儿有活着出去的道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到小爷我施展绝世剑法英雄救美的戏码了。双龙仔，我来救你了。啊，我现在正和无心罗刹逛街呢。哎，店家，你这个地狱黑指甲油不错，给我一瓶。付钱，艾特无心罗刹。好的。你别想多，我们只是兄妹，刚认的干兄妹。哇，好漂亮的地狱短裙！无心罗刹，快来付钱，再聊。楚居老，他这话你信吗？小叶，我劝你还是相信吧。叶师弟，别把眼泪蹭在我衣服上，这是孟姐姐送我的。孟师兄，你好无情啊。